这么多粘土摆在我的面前，我却不知道用它来捏啥。唉，无聊啊。哎，胖妞叫啥？大虾。哎，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呀？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啊，纠缠，你呢？我也想去看看。哎呀，被你们两个这么一说，我也想出去看看了。哎呀，同学们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，老师？是啊。哎呀，看你们一个个的没精打采的样。哎，老师今天带你们出去上手工课怎么样？什么？出去？怎么不想去啊？你想干啥？老师，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？当然可以了，别愣着了，咱们走。耶！我们来捏土吧。哇，怎么样啊？在这里上手工课是不是很有心情啊？有是有。哎，不过老师，咱们要做什么呢？是啊，跟我到前面来就知道做什么了。好啊。看看什么是海底世界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呀。是啊。哎，老师，为什么这里要叫海底世界呀？因为啊，这条路是建在水底下的。可是老师，这明明就是个湖啊，为什么要叫海底世界？貂蝉说的没错，这应该叫湖底世界。嗯。哎呀，这条湖啊通往大海，所以它叫海底世界。哦，行了，带着看鱼去。好。哇，老师，鱼呢？嗯，可能是因为天冷，他们都躲起来了吧。哎呀，没鱼这多不好看啊！就是啊。哎呀，没鱼怕什么？里面不是有粘土吗？可以做呀。啊，对对对，咱们可以用粘土做鱼啊。是啊。这是个好主意啊。嗯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开始吧。好。拿粘土。哎呀，我要做一条小胖鱼。我要做个小乌龟。做个蓝鲤鱼。哎呀，这里的景可是真好看呀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鱼做的也太像了吧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。老师，你看看我这个小黄鱼。哎，你看看我的蓝鱼。这平时在学校我也没有发现你们这么有才啊，一出门什么都会做呀。那当然了，老师，我这一个是金鱼，一个是小胖鱼。嗯，不错不错，不过我看大仙这个乌龟还挺好看的。嘿嘿，老师，那当然了。哎，老师，我这个蓝鲤鱼也不错，你看看。也就一般吧。哎，行了，把粘土拿了，咱们去前面看看。好，走走走，快看。等等。